我乔治啊，最喜欢奥特曼玩具了。我还有呢，这个是赛罗，不对，这个是罗索奥特曼。还有这个小的艾斯奥特曼，还有这个小的银河奥特曼，这都是爸爸给我买的奥特曼玩具。我还有一个迪迦奥特曼，还有一个最小最小的小奥特曼，这都是我的奥特曼玩具。我天天在家都是玩我的奥特曼玩具。听说乔治一个人在家，我要到他家去欺负欺负这个小猪去。当当当，开门！我看一眼是谁，哎呀，不好，是僵尸！哎呀，我得赶紧藏起来，我藏到这儿。门开门，我进来，我看看谁在他家。哎呀妈呀，这怎么会有那么多奥特曼呢？哎呀，我得赶紧跑，要不奥特曼看见我是不会饶了我的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僵尸怎么走了？难道是他看到我的奥特曼玩具害怕了，吓跑了？太好了，我的奥特曼玩具也可以保护我乔治哦。